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1年7月6号，瑞芳文教频道，8:52。可白色是四一五二车，北方车将沿线港芙蓉的沿右九百行，引力照一下，四两边左右九百行，四两一边组取选择在瑞芳文教频道，大家就会通过。准备通过，914圈的拜拜，我的四一五是北湖发车中央香港芙蓉的 N 六十二加下面组用914圈车，在瑞芳红桥路上的已经通过了，若下面干嘛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专面，那自己再见，拜拜，谢谢各位的